前一阵我上节目，我说我想找个对象，哎呀，可有用了，一堆人给我发私信呢，啥开场白没有，上来就说我娶你。我说你这样不太合适吧？他说那没事，你帮我问问那个赵小慧，她也没有对象。我说大哥，别人在互联网冲浪，你在互联网捕鱼，你哪怕简简单单，你象征性追我一下呢？你这钩也太直了，你是互联网姜子牙吗？看见美好生活，你眼中的国货潮流。